家好，吴一凡，今天包了猪肉韭菜馅的饺子，这是凉拌的土豆丝，这个是自己擀的皮，因为出不去，然后就自己和的面。这个是擀的那个面多了，没有馅儿了，就把它做成这个面条。其实这种饺子皮做的面条，口感特别好。吃了好多年的韭菜馅儿，这个蒜汁，哎，特别辣，不是辣椒油的辣，是切的那个蒜汁太多了，里边那个蒜的辛辣。Thank you.
还自己擀皮比较厚实一点。这个蒜感觉辣到了肉里边，好辣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